偶然之间头一遍会记得，到底有哪样？今次再有一个阿姐，可能等下跟我讲，我以前敢若伫倒位捌看过你，我昨昏特别去甲头剃剃，我感觉较少年一丝。毋知咱中间有人有安尼个问题无？我，咱个设计学院，以及咱个中职，以前时常去赢地，二千个赢地，差不多是十九年前个前八年，我伫迄个所在，所以我伫遐服侍了，也去到伫设计学院，一直到九年前来到广播社，我才有机会。感谢主恩典，咱拢知影，上帝永远听咱。无论咱是甚么款的情景，无论咱是甚么款的时阵，上帝拢永远听咱，对吧？感谢主恩典，第一首诗歌，咱做伙来练习。主耶稣永远听我。相信耶稣，就相信耶稣就会好，就相信耶稣就会好，就相信耶稣就会好，因为主要我。Thank you.
所有名额，大家买来教会进前，有真羡慕、真羡慕，爱听主的声，爱听主的话，爱记主的名。这首诗歌，我以爱来调记你的名。请在今天的礼拜。